弟兄姊妹，主内平安。阿门。我们再把圣经打到彼得后书一章第三节，第三节。彼得后书，页数为新约圣经265页。新约圣经265页，彼得后书第一章第三节，找到咱们一同来读这一节经文。一、二，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敬虔的事赐给我们，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的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。好，感谢主的恩典。我们继续来交通，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。感谢主的恩典，神已将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敬虔的事赐给我们了。神用什么赐给的？神用神的神能将一切关乎生命和敬虔的事赐给我们，皆因就是都是因为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，都是因为我们认识他，他才赐给我们的，是不是啊？用神能，神用他的能。我上节去看课讲的，神的能力能在什么人身上呢？这句话就告诉我，皆因我们认识那一位用他的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。他为什么用神的神能将一切关乎生命和敬虔的事赐给我们？为什么赐给我们？就是因为我们认识那一位用自己的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。我们先认识他，用信心，神把能力赐给什么样人呢？信的人，好不好？好不好啊？所以这里面我们必须得看神给我们的应许是什么。就无花果树，他说他给门徒一个应许是什么？无论求什么，你们若有信心，不单能行无花果树上所行的事，就对这座山说，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，若不疑惑，他必成就，是不是啊？无论什么，只要你不疑惑，只要有信心，只要求，他就给你成就。神就给这么大个应许，是不是啊？这就是神这句话带着能力。当你信这句话，他说，因为神说的，无论什么，只要你用信心来求，他就必给你成就，对不对？那我就抓住了这一个什么神给我的应许，这是神给我的应许，是不是？神给我应许什么？在地上捆绑的，在天上也要捆绑；在地上释放的，在天上也要释放，是不是应许啊？这是应许，这句话就带着能力。因为我相信神给我这个应许，这一句话就带着能力。神说的，你们无论求什么，只要不疑惑，就必给他成就。就对山说，就这么大个个的山，你说挪开此地投在海里，他也必给你成就。这是不是能力啊？就这句话，这个应许就带着能力。好，再看，再看啊。马太福音第十二章第九节到第十四节，找到吗？马太福音第十二章第九节到第十四节，耶稣离开那地方，进了一个会堂，那里有一个人枯干了一只手。有人问耶稣说，安息日治病可以不可以？意思是要控告他。耶稣说，你们中间虽有一只羊，当安息日掉在坑里不把它抓住拉上来呢？人比羊何等贵重呢？所以在安息日做善事是可以的。于是对那人说，伸出手来。他把手一伸，手就复原了，和那只手一样。法利赛人出去
商议怎样可以出灭耶稣。耶稣这句话用人看完不完整？你看到这一句话，伸出手来，是不是啊？他那一只手枯干了，他说伸出手来。有人说这话不完整啊，这话完不完整？看这句话从谁嘴里出来，从你嘴里出来可能不完整，从人嘴里出来不完整，但从神口里出来这句话完不完整？一共几个字？啊，四个字，是不是啊？伸出手来。他第一只手是枯干的，是不是？皮包着骨，没有知觉，没有肉了，就光里面是骨头，外面是一张皮包在骨头上。但耶稣说一句话，说伸出手来，就这么一句话，单独存不存在，有没有能力，就这一句话。人可能说这句话不完整，那是因为你的信不行，你的信不足。如果你听这句话，从天国里出来的话，从神那里出来的话，伸出手来，这是神的话，伸出手来，是不是？今天有多少枯干手的？啊，枯干了一只手的，教会里有没有枯干手的？枯干手代表什么？无生命，枯干的，生命枯竭的，没有生命的人是不是枯干的？枯干的，枯干一只手，让他伸出手来，他能伸出来吗？是不是？如果人要伸出手来，肯定伸不出来。但今天耶稣，今天这一位宇宙的君王，上帝的独生儿子，他口里所出的话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。他说伸出手来，就这句话，就四个字儿，他的手立刻就复原了。有没有生命啊？他原来有生命，现在有没有了？复没复原跟另外一只手一样了，是不是啊？就这句话就带着能力，是不是啊？这人也没认罪，也没悔改，是不是啊？认不认罪？没认罪。求没求耶稣？没求，是不是啊？有人试探耶稣说：“安息日治病可以不可以？”是不是要试探耶稣啊？想抓耶稣的把柄。这个人枯干一只手，并且这个人要试探耶稣：“你不是神的儿子吗？你看看这个手已经枯干了，这个人一只手枯干了，你能不能安息日时把他的手给他怎样医治？”同时要借着这件事，耶稣给他一只手的同时，叫犹太人除灭他。除灭谁？除灭谁？除灭耶稣，是不是？犹太人好抓耶稣把柄，因为这是安息日啊，你随便的做工行吗？你随便的医治病人可以吗？犹太人你看阴不阴毒啊，想借刀杀人，来就故意挑逗耶稣。你说安息日治病可以不可以？耶稣说什么了？看耶稣说什么了。耶稣说，你们中间谁有一只羊，当安息日掉在坑里，不把它抓住拉上来呢？安息日那天谁家孩子掉井里头，往不往外捞？因为安息日所以不捞吗？啊，耶稣讲这话说安息日那天救不救人？救不救人？假如有人掉水里头，在那里嗷嗷喊，你会水，你去不去救他？安息日那天，耶稣说人的生命比不比那日子更重要？耶稣在这里说明一个问题，就是生命比什么更重要？比那个日子更重要，是不是？犹太人就借着这个日子想要抓耶稣把柄，把耶稣置于死地。但耶稣今天就直接告诉他，就举个例子，来，你们安息日谁有自己家羊掉进坑里，不把它抓住拉上来呢？啊，往下看，
人比羊何等贵重呢？何况你人和就羊掉井里你都得去拉上来，何况人呢？人不比羊更重要吗？所以在安息日做善事是可以的。耶稣做的善事和人间的善事一不一样？不一样。耶稣做了什么？这个手枯干了一只，是不是？这在人在医学能不能把它医治好？不能。啊？能不能医治？世上能不能有一个人能把一个枯干手的给他医治呢？这是何等大的能力，何等大的神迹啊！犹太人非但不能够看见这个神迹，不能够认耶稣，相反上外面怎么样密谋把耶稣基督杀死？这就说明他们的心是何等的刚硬啊！他们手枯干了，而犹太人的哪儿枯干了？心枯干了，是不是？麻木到这个程度，耶稣行这么大神迹，这是一只手枯干了，在安息日，耶稣医治了这一只枯干的手，就用他的话，伸出手来，就这句话，手就复原了。就这个话的能力，出于神的话，没有一句不带着什么能力，这是完整一句话，你不能说这句话是断章取义。现在呢，用断章取义这句话经常攻击传真道的人多的是。圣经有没有断章取义这四个字？没有。没有。圣经有加添和什么删减，从来没有断章取义这四个字。这个四个字用在什么上可以？用在世俗上的书籍上可以，但用在圣经上可以不可以？不可以。不可以的。为什么不可以？就是因为这句话，因为神的话每一句都单独的存在，所以你不能用断章取义。断章是一章一章的，因为主的话每一句都带着能力，和世上的书籍不一样。世上书籍可能讲个故事，世上书籍可能是续继续文、议论文，是不是？不同的文章，还有小说。不同的题材，所以他在讲一个世上的书籍讲一个事儿，但主每一句话语都说明一个问题，每一句话语都解决许多问题，是不是啊？解没解决问题？解决什么了？就这一句，就四个字，解决了一个枯干的手，解没解决？解决一个枯干的手，带不带着能力？世上所有的在华佗在世，就算是，是不是把华佗再把他叫醒了，再复活了，他能不能叫一只枯干的手复原呢？不能，不能，这能力何等的浩大，这从哪里来的？啊，从哪里来的？出于神的话，从神那来的，神就叫你看见。他说这话可能都不完整，你用人看不完整，伸出手来，完整吗？耶稣喊话的时候，伸出手来，下面什么也没说呢。他说伸出手来，那个拽子，用咱们话说什么枯干，用咱们话说那只手拽了，是吧？用咱们说拽爪子。这一只手不能动了，但耶稣说伸出手来，他不知道伸哪一只手，以为伸好手，是不是啊？他这一只手就复原了，伸出手来，因为这句话从天上来的，从神那来的，所以他带着能力，所以伸出手来是神的话，所以他神的话应用在地上，就在地上行神迹了，神的话语。往地上任何一个地方施行都出现神迹，神路过一个地方就留下痕迹，神走过一个地方就留下痕迹，这叫神迹，这是个神迹，是不是？手复原了。所以我们今天你看这个人没求耶稣，也没在他认罪悔改，而且在宗教里活着的耶稣进那里头，使他的手复原了，
求没求？没求。道没道空？没道空。认没认清？没认清。也没道空，也没认清。最后呢，耶稣使他就因着这句话的能力，因为耶稣就是上帝的儿子，从天上来的，这一句话就叫他手复原了。好，看马可福音。马可福音第二章第一节，这是一个枯干的手，这是第二个例子。刚才那个，这是第二个例子啊。无花果，这个是枯干手的。第三个，摊的。第三个是什么？四个人抬来的摊子。四个人抬来的摊子，四个人抬的。你说这摊子给别人带来多大的难处啊？得四个人抬呀。咱们看这个摊子，四个人抬了摊到这个程度了，到耶稣面前了。耶稣就一句话他就起来了，就这一句话他带着能力，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。咱就把一句一句圣经的话，我先想看耶稣基督讲这些神迹，行这些神迹给弟兄姊妹找出来，等之后的呢，我再查主耶稣基督给我们应许的话带不带着能力。今天你相信了这个道，你心里头得没得释放？啊，有没有得没得到释放？你的灵魂今天，你从前这个灵魂活在那死因幽谷里面，因着这个道，你心里得没得释放？这道就是出于神的话，神的话进入到你的心里，就带着能力，所以释放了你的心灵。原来是被罪恶捆绑的，现在从罪恶里得释放的，是不是啊？原来在撒旦的权下，现在在神的权下，是不是啊？原来在律法里，现在在恩典里头。神今天说出一句话就带着能力，你今天要能信他的话，那么这句话就成为你的生命，在你里边就产生了莫大的果效。好，咱们看马可福音第二章第一节。过了些日子，耶稣又进了加百农，人听见他在房子里，就有许多人聚集，甚至连门前都没有空地。耶稣就对他们讲道。有人带着一个摊子来见耶稣，是用四个人抬来的，因为人多不得进前，就把耶稣所在的房子拆了房顶，既拆通了，就把摊子连所躺卧的褥子都坠下来。耶稣见他们的信心，就对摊子说：“小子，你的罪赦了。”有几个文士坐在那里，心里议论说：“这个人为什么这样说呢？他说健忘的话了。除了神以外，谁能赦罪呢？”耶稣心中知道他们心里这样议论，就说：“你们心里为什么这样议论呢？”或对摊子说：“你的罪赦了。”或说：“起来，拿你的褥子走，行走，哪一样更容易呢？”但要叫你们知道，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，就对摊子说：“我吩咐你起来，拿你的褥子回去吧。”那人就起来，立刻拿着褥子，当着众人面前出去了。以致众人都惊奇，将荣耀归于神，说：“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。”好，感谢主的恩典。这段经文是一个四个人抬来的摊子，是不是啊？四个人抬来的，抬来之后呢，耶稣在一个房子里头，门前没有空地可占的，进不去，是不是啊？他们想个办法，门前进不去，都挤住了。耶稣就在里面讲，在房子里面讲道。他们怎么办？搭个梯子，是不是啊？那房子
是这样，小表，这门前呢就站满了人了，谁进不去屋子，挤又挤呀、啊。从后面搭了梯子上哪去了？上房上面，上房上面干什么？拆房顶，是不是、啊？你说费不费心吧？费不费心？那梯子上把这个人拽到那梯子上边，带着拽到房顶上，费不费心呢、啊？然后呢，再把那四个角那个褥子四个角，把他那坐在中间，把四个角拴住了，从房下坠。你看麻不麻烦？麻不麻烦？这个麻烦证明他们有什么？有信心。他们在主的面前没道功，也没认清，也没认罪，也没悔改。耶稣就说：“小子，说小子，你怎么的了？”有人说咱得倒空认清啊，认罪悔改呀、啊。他们来找耶稣来干什么？是不是信耶稣？他要信不着耶稣能来找耶稣吗？他在找耶稣，耶稣前面都没有空地，他上房上，这说明信心大不大？耶稣当场就给他个应许，这句话就是能力，这句话就是能力。小子，你的罪赦了，赦没赦？这罪，你的罪赦了，赦没赦？赦了，赦了。赦罪这件事情容不容易？人要能把罪赦了，容不容易？啊，人一生就是因罪而死的，是不是？人有罪，所以因此死。耶稣今天来赦罪来，是因着他们认罪赦罪的，还是因着他们的信心赦罪的？信心、啊、你看看看好了，看看那句话啊，今天天天强调认罪悔改的人，他到底看不看圣经啊？一共五个人，就这五个人，有四个抬的，还有一个坐的，是不是啊？四个台的坐着四个人，这五一共五个人都有信心。他把这摊子从那上面就给坠下去了。这一举动，耶稣看见了。那么耶稣为什么不上空地里，上个大院子去讲道呢？今天为什么耶稣就跑到屋里讲道？明明知道那院子屋里挤满了，院子也许多人站在那里。耶稣明明知道这件事，为什么就跑到房子里头去了呢？啊，你们说为什么？耶稣平时讲道都到山上，到旷野，到哪约旦河边上都讲道，人站得多，他讲的时候那时候人也不挤，是不是啊？为什么今天就跑屋子里去了呢？看着没有信心啊，为什么？就给这摊子预备的，就给这五个人预备的，四个抬的，一个坐的，就给这五个人预备的。耶稣就看，就叫所有人，什么叫信心？就叫所有人来看看，来，你们看看什么叫信心？神的神能是能在什么样人身上？信的人身上。耶稣就借着这个房子叫所有人看的，你看不看？什么叫信心？别看都拥挤我，能够比上这五个人的很少，是不是啊？我在屋子里头了，他进不来，也听不见，也看不见耶稣。他们想办法上房上去了，从房上把这摊子坠下来，容易不容易啊？你不知道那摊人是死沉的，是不是啊？你能扛200斤米，你也不可抬100斤的摊子。100斤的摊子重不重？那人是特别重的，特别是那个摊子有病的人，你别看他很轻的，他也很重的。抬上去，四人把他抬到弄到房顶上去，
再把瓦揭开了，把那个房顶拆了之后呢，把这坛子坠到那个中间，正好耶稣在那讲道，坠到耶稣面前。耶稣见他们的什么？是不是信心呐？没有见他们认罪悔改呀。今天整个教普世教会不明白什么叫信心，不明白如何来赦罪，是不是啊？这摊子永远不定罪了，你信不信？因为他的罪怎样赦了？赦罪是多次是一次？一次。你怎么知道？我讲过赎罪祭只有一次，是不是啊？假如他要真正假设，就是假如，当然了，不可能有。我就举个例子，就圣经也举这个例子，假如有已经这个人已经蒙了重生了，假如他要真就背了道了，还有没有悔改的机会啊？有没有？怎么不敢说？这我都讲完了，你不是听我讲到了吗？我都讲多少次了啊？可能不可能还给他懊悔的机会？没有了。赎罪祭还有没有了？赎罪祭也没有了。没有。我都讲赎罪祭只有几次？一次是不是？赎罪祭一次，懊悔几次？一次。所以懊悔是一次，赎罪祭也是一次，没有第二次。因为这是希伯来书第六章和第十章，第六章第四节和第十章第二十六节讲得特别清楚的。这里边证明一件事情，赎罪祭只有几次啊？一次。他的罪赦了，还用要天天去赎罪去了？这些罪过既已赦免，就不用再为罪献祭了。这是主签约的时候，跟咱们立合同签约的时候就已经说明的。说没说明？这摊子还用用天天去赦罪去？因为有很多人不明白，他不明白什么呢？他不明白今天神定罪是按什么定罪的，所以他总就靠肉体那点行为，就是天天洗那个行为，他没明白救恩，可以说他一点都没明白。好，咱们看啊，希伯来书第十章第十六节，又用再为罪献祭了。好，神给你立约就告诉你不用再为罪献祭了，你又为罪献祭了，行不行？你违约了，你已经超越神给你立的约了，你已经把上帝给你立的约自毁了。神就说我不再纪念你们的罪愆和你们的什么过犯，这些罪过记忆赦免，赦没赦？小子，你的罪赦了，用不用再为罪献祭了？不用了，不用天天再为罪献祭了。主啊，你再次洗净我，主啊，你再次厚厚涂抹我，还用不用这样的？第十六节，主说那些日子以后，我与他们所立的约乃是这样，这是不是跟咱们立的约呀？是。怎么立的约？我要将我的律法写在他们心上，又要放在他们里面。律法的总结是谁？基督了，使凡信他的人都得着义。基督住进你心里，等于律法刻在你心上了，因为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。第十七节以后就说，以后在外地怎么办？有没有人这么问？这是属血气的人，没有重生得救的人经常问的话。真正重生得救的人没有这么问话，以后再犯罪怎么办？以后就说，我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和他们的过犯。他都不纪念，把罪愆和过犯都列在那个立约的条件里头了。你只要信我儿子，我就不纪念你的罪愆和你的过犯。咱俩立个约，你实在信不着我，咱俩写个合同，行不行？我这合同上什么？只要你接受耶稣，把律法刻在心板上，就是接受耶稣基督。律法总结就是基督，把基督刻到心板上去了，基督接到你心里，以后你的罪愆和过犯我就不再纪念了。说没说？那你怎么还说再犯罪怎么办呢？以后就说我不再纪念你的罪愆和你的过犯了，
我说的是神说的，神说这是约上写的，是不是？是不是约上写的？有罪权怎么办？再犯罪怎么办？他说我不再纪念你们的罪权和你们的什么过犯，解没解决？处没处理完？那为什么有的人总说再犯罪怎么办？那我再犯罪怎么办？就约在这摆着，是吧？这些罪过记忆赦免，赦不赦免？就不用再为罪呀、啊，就别提罪这个事儿了，不用再为罪献祭了。就约的这么立的，是不是？那为什么有的人听不懂呢？神的话听不懂，人的话一听一大堆，是不是神的话？啊，这些罪过赦不赦免？用不用再为罪献祭的？不用了。他们天天为罪献祭呀、啊，天天把耶稣血盛上去啊，天天耶稣血厚厚涂啊。信了吗？是真信吗？你得看他跟咱们立的约是什么约，这神跟人立的约，不是人，是不是啊？你得看神立的约是什么。只要你接受耶稣，把耶稣刻在你心上，下面我就不纪念你们的罪愆和你们的过犯，这些罪过记忆甚的就不用再为罪献祭，这是立约的内容。有的人都不注意，你不注意你得死啊，这是约呀。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了，你只要信就不定罪了，这不是主说的吗？你不信的人罪已经定，这件事我给你立完立约，你不信，你不信就被定罪，是不是？他洗净了人的罪，你不信就定罪。他说我不纪念你的罪前和你的过犯，你不信就被定罪。神跟你立的约，他就要守约，看谁犯，他守看你谁犯。神人和双方守一个约，看谁来犯这个约。好，他把耶稣刻在你心上，耶稣放在你里边，你今天没把耶稣放在你里边，所以你不知道。我不再，神说我不再纪念你的罪愆和过犯了，罪愆和过犯，神只要你把耶稣接到心里，他就说罪愆和过犯我就不纪念了，行不行？咱俩就立这么约，只要来信耶稣，把耶稣接到你心里，你有罪也算无罪，你要不接受耶稣基督，你无罪也算有罪，你不信耶稣基督，你无罪也被定罪，你信耶稣基督，你有罪也不被定罪，听没听懂？听没听懂啊？懂。这地方是何等重要啊！为什么这个摊子，他也没说一句话？你看这个摊子到主面前就坠下去了，一句话都没说，说话了吗？赦罪了。是不是啊？怎么设的罪？认罪设的还是信心设的？信的人本身就不会被定罪了吗？这是圣经说的话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你看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信没信？信了。灭不灭亡了？赦没赦罪？他还得加一个，还得悔改。你看看，他把信和悔改给什么分家了？他是信是信，悔改是。你看，信赦罪，是不是？小子，你的罪怎样？怎么样？就因为上房子是从房上坠下去了，耶稣就看他的信心，独特的信心。主就给个应许，什么小子，你的罪怎样？如果这句话要不写在这里，这是耶稣说的话，小子，你的罪赦了。如果这句话不写在圣经里，那些个天天认罪悔改叫基督徒认罪悔改的人就有机可乘了。上帝没给他机会，就把这经文就记载在圣经里，就叫这群人最后把他的嘴给堵严严的，看他们所传的道是真道是假道。
天天念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一切信他的最后信了还不行，单信不可以，信了还得加上什么？悔改。这句话对不对？信了还加上悔改，对不对？对。难道信不是悔改吗？啊，信就是悔改。天国进了，你们当悔改信福音，这是耶稣说的话。悔改是什么？信福音。那么这个摊子悔不悔改啊？悔不悔改？没悔改吗？那信不就是悔改吗？他们是把信和悔改给怎么样分开了？他说信是信，悔改是悔改，信是信心，悔改是悔改行为。你看错没错？错没错？他说圣灵是圣灵，恩高是恩高，圣灵驾临，圣灵得恩高，对不对？他说圣灵是圣灵，然后还有个什么恩高？他说圣灵是圣灵，圣灵不是恩高，是不是？圣灵不是恩高。下面说圣灵得恩高，对不对？圣灵得恩高，对不对？你们要按照恩高的教训，恩高就是教训，恩高就是圣灵，是不是啊？宋江有几个名字？宋公明、宋押司、宋江，是不是啊？及时雨。那你说宋江得宋公明，宋江得宋押司，你说完不完吧？宋江、宋押司、宋公明，他是一个人呢，他是叫不同的人呢，不同的名字，是不是？这人都糊涂到什么程度了呢？圣灵得恩高，圣灵得恩高，圣灵得恩高，对吗？圣灵得主的灵，对不对？圣灵的主的灵，对不对？啊？对。圣灵的神的灵，他这么说，圣灵都保卫师，对不对？对。保卫师是不是圣灵？是。啊？是。是不是啊？保卫师啊！我要说圣灵得保卫师，对不对？为什么不对？保卫师就是圣灵，保卫师是圣灵另外一个名字，恩高是圣灵另外一个名字，是不是？或叫主的灵，或叫耶和华的灵，或叫圣灵，或叫神儿子的灵，或叫保卫师，或叫恩高，他在不同的场合下他就有不同的名字啊！你说这人他叫糊涂人呢、啊，他就讲道他都糊涂，圣灵变恩高。这里有神的同在哦，这里有神的言语，这里有圣灵的恩高，这里有圣灵的恩高。行不行？行不行？咱就这么唱，行不行？唱来唱去，你们就唱到误区里，一点面教就是全团都发起来，你信不信啊？就把你唱到误区里头，还圣灵得恩高，他就压根就没明白，他把信和悔改给怎么分开了？他把圣灵和恩高给分开了，对不对？圣灵得恩高，好像恩高是属圣灵的。最后他说，恩高是什么？能力。恩高是不是能力？是不是啊？恩高是能力吗？啊？恩为什么叫恩高？叫施恩的圣灵。恩高，高是什么？高油。
圣灵就是施恩的膏油，所以叫恩膏。过去比如说膏大卫做王，膏扫罗王做王，膏所罗门做王，膏是什么意思？就往头上带倒拿达香膏，膏他干什么呢？做王。那么膏代表什么？就是受圣灵了。所以不应当把恩膏和圣灵给分开，不应当说圣灵得恩膏是什么呀？我或叫说恩膏，我或说圣灵，我或说什么宝贝石，对不对？所以你要分清楚。那么信和悔改你不能给分家，信就是什么悔改。为什么这个摊子耶稣给他说小子你的罪赦了，前面有一句话耶稣见他们的信心，说没说？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说，紧接着就给个应许，什么应许？小子你的罪赦了，是没是？就这一句话就是能力，说完小子你的罪赦了，然后吩咐他就能起来，什么没有了？罪没有了，对不对？因为人子在地上有什么赦罪的权柄，你听这句话，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什么权柄？小子你的罪赦了，这就是能力。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的，先把罪先赦了，你在走路，是不是？这他的罪没赦，他想拿着褥子走路，能走了吗？啊，侍奉神能侍奉了吗？今天有多少人罪还没解决呢？我是蒙恩的罪人，我是犯罪的义人。这话是神的话，是人的话？啊，人的话，犯罪的义人，蒙恩的罪人，地位成义，地位成圣。地位儿子，是不是全地位的？地位做王，这网上家的一个挨一个的，就那错谬发明错谬啊，一个挨一个发明。你这边往把那错谬给他往下，给他翻了，他下来他又发明。你翻一个，他发明俩；你发明你翻俩，他发明四个。你看，发明错谬的人多不多？多。但是不是驳倒错误的多不多？来驳错误的人多不多？不多。说发明错误的人多，驳错误的人什么？少。都供不上啊！你这边驳一个，他那边又冒出俩。因为为什么会冒出这样，甚至冒四个、冒八个？因为这些假师傅多不多？这假师傅太多了，都是假师傅啊，很少啊。历史里的那以色列在加密山上只有一个先知，就是伊利亚，剩下450个全是什么？那就是末后时期的一个写照。末后时期耶稣说，耶稣说必有许多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呢、啊、迷惑多人呢、啊、多人被迷惑呀，倘若能行，连选民都被迷惑了，是不是说了？迷惑多人呢、啊？马太福音24章是不是这么说的？路加福音21章，马可福音13章都这么说的。迷惑多人，必有假先知起，因为他们随从情欲，增添好些时候，他没有真道，上帝不让他，不给他真道，上帝不开启他，所以他就得还得胡乱人，还得，是不是？还得笼络一些人，还得牢笼一批人为他们服务，他还得。假装讲道，神还没给他道，他就得讲假道，想方设法编造假道。最后上帝叫他进硫磺火湖里，一点也不冤枉他。将来他们进不进硫磺火湖？进。他们要在硫磺火湖里哀哭切齿，因为发明，因为不看圣经，是不是？他们很少看圣经，他们对
教义特别熟，对圣经特别深，是不是啊？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今天要真实的我们回归圣经，看看圣经到底怎么说的。就这一件事情，信悔改，天国近了，你们当信福音，是不是？你们当悔改，信福音。耶稣说信，你们当悔改，天国近了，你们当悔改，信福音。悔改逗号信福音，是不是啊？信福音就是悔改，悔改就是信福音。他们的信心，耶稣就说：“小子，你的罪怎样？”是吧？这就是悔改，就是赦罪的，是不是？你能来信耶稣基督，这就说明，这就说明什么呢？你真是承认自己是罪人，是不是啊？他们因着信心，主耶稣就说你的罪就没有，信就是无罪，信神就把神的义加给他，这不是圣经的话吗？就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，罪赦了就成义了。罪赦条件，前面条件是什么？信心。信心。而约翰一书那段经文是对那些个没接受耶稣的人，他就说我是义人，他就说我不犯罪了，你看我守律法所有要求我都达到了。约翰一书那一段经文是对他们说的话，对那些不接受救恩就以为自己信神了就没有罪了，是对这些人说的。而前面的第一节到第四节就已经说明了，还有第五节一直到第七节，还有第二章的第一节都证明他们不信神的儿子。所以第二章也提到了，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父，没有神的儿子连父也没有，他不要神的儿子，就对那些不接受神儿子的人说的。他们以为我自己无罪了，你看我律法都守全了，我一点无罪了。所以那段经文就是针对那些人说的，不接受耶稣就以为自己没有罪了，不接受光就以为与神相交的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今天所讲的神的话语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，他就因为信心耶稣基督给他这一句话，在他身上就产生一种能力，小子你的罪赦了。第二个应许是什么？神给他两个应许。第二应许是什么？起来拿着你的褥子走吧，是不是啊？我们看马可福音第二章找到吗？马可福音第二章第十一节，我吩咐你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，就这句话啊。因为耶稣说了两句话，一句话是小子你的罪是先赦罪再走路，是不是啊？先赦罪，这个时候我吩咐你，这是不是权柄啊？我吩咐你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，我吩咐你，是不是啊？我吩咐你起来拿你的褥子怎样？起没起来？先赦罪再起来，吩咐你起来拿着褥子怎么样？走路了，是不是啊？拿着你的褥子回家去吧。回没回家？拿褥子回哪家？神家。回家去吧，就这句话就是应许了。先赦罪了，因信赦罪，耶稣吩咐他起来拿着你的褥子回家去吧，成功了。就这个能力，就这句话，起来
我吩咐你起来，拿着你的褥子走吧。带不带着能力？贪的，私人抬的贪的，给人带来多少麻烦呢？耶稣今天叫他拿着褥子走，是不是行善？是不是行善？什么叫行善？什么叫行善？有到现在有，是吧？将你们的好行为，叫人看见你们的好行为。好行为，好行为是什么行为？就这个行为，叫摊子起来行走了。耶稣那好行为从来没给别人家，来给你分点钱，给你分点钱，没有这个行为。耶稣什么行为？行善的行为，是不是？这是天国的善，人间找不到的，是不是？医生做不到，能不能做到？再高级的医院做不到，就是医师他也做不到。你信不信？能不能做到？我吩咐你起来，就一句话。所以为什么今天叫你注重神的话呢？因为出于神的话，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的。这一句话完不完整？单不单独存在？有没有能力？这句话就是能力，就是生命，使这个已经失去生命的人得回生命来，对不对？使这个已经瘫的人，不能走路的人站起来行走了，使这个没有指望的人又重新的找回了指望，啊，使这个没有天天给别人找麻烦的人今天自己开始行走了，不用别人抬了，四人抬了，回家的时候呢自己走回去的，是不是啊？来的时候是被抬的，回去的时候自己走回去。这句话，神的话带不带能力？就出于神的话，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。你千万千万别说断章取义，谁说断章取义，你将来要向上帝要负责任的。什么叫断章取义？这是断章取义吗？这一句话就解决了一个问题，解决一个摊子，那一句话就咒诅了无花果树，是不是啊？这一句话呢就把一个枯干的手给怎样复原了，这就是能力。神也要把这个能力显在每个弟兄姊妹的身上，他能你也能。耶稣说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，并且做得比这更大，就看你今天你对主的话，你的信心，你顺服到什么程度，是不是啊？按照我所讲的道，你顺服，有一天你就会能力在你身上显明出来。有着宝贝放在瓦器里，也要显明出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，而不是出于我们。你信吗？信。你就在那宗教里活着，就跟别人随王唱礼。你来吧，到离开这个世界，你也神的能力不在你身上显明，神不会显明在你身上，对不对？神今天要借着他的道，在我们里面要显明出这个宝贝的能力。神借耶稣的手，借耶稣的口说出这句话，也照样借我们的口来说出这样的话。借着他独生儿子住在我们心里，长大成人，最后也显明出这样的能力。信不信？所以呢，耶稣基督当时做完了这件事，犹太人生不生气？生气。耶稣做这么大一个事啊，那是个摊子，是吧？犹太人在背后里议论什么？说耶稣说见惯的话了，是不是啊？我们看他们议论什么？第八节，第七节说。有几个文士，你看这第六节说，有几个文士坐在那里，心里议论说，是不是在议论耶稣啊？这个人为什么这样说呢？
他是健忘的话了。说耶稣说健忘的话，什么叫健忘话呢？啊，冒犯的话了，是不是？冒犯上帝，只有神才能这么说，是不是？夸大的话，夸大其词的话了，是不是？高抬自己的话了。健忘就是什么？高抬、夸大、冒犯，是不是？他说健忘的话了。除了神以外，谁能赦罪呢？这说明他认不认识神呢、啊？这群人认不认识神？不认识神。今天的越在宗教里的人越不认识神。你说耶稣基督已经赦免了我所有的罪，他绝对不承认。他绝对说什么？耶稣基督的确赦免我的罪，但他不是说赦免我一切罪，他赦免我多少罪？他说他赦免我一半的罪，我信主以前的罪赦免，我信主以后的罪还没犯出来，所以没赦免。他看不看圣经？他看不看以弗所书第一章？啊，看不看？我们赦罪是赦一半吗？还是赦一切的罪？一切的罪。哥罗西书里有，以弗所书里有，提多书里有，希伯来书里有，是不是？罗马书还有，加拉太书还有。那么他们看不看圣经呢？就这些人不看圣经，是不是？他说耶稣赦免我一切罪，所以我有永生了。他永远不定罪了，我有永生。他说我一半罪赦免，这一半还没犯出来，所以没赦免，对不对？啊，对不对？不对。这么说的人证明他不看圣经。你要这么说，他说你断章取义。他说圣经的确那么说，但你不能说。你听，他说圣经可以说，你不能说。是不是？圣经说我们是神的儿子，但你不能说我们是神的儿子，你得说我们是狗的儿子。你看，就这波人，他说圣经说的话我们不能说，你要说你就是什么，你就冒犯神，你就夸大其词，你说健忘的话。我们今天说我们是上帝的真儿子，是不是健忘的话？不是。不是健忘的话。是不是吹牛的话？不是的。是真儿子还是假儿子？真儿子。所以我们毫无疑问的承认我们是上帝的真儿子。圣经里明明说我们是上帝的儿子，对不对？那么今天呢，我们接着一共三个无花果树枯干的手，还有四个人抬了这个摊子来证明一下，来证明什么？耶稣所出的话就是能力。所以我们今天就用神的话，是不是？就用神的话，接受神的话，在我心里就有能力，而且这个能力在我里边还要显明出来，这宝贝还要放在我里边显出莫大的能力。要不要显能力？要显明能力的。所以这些犹太人或者这当今教会这些宗教领袖们，他们不承认不要紧的，我们可以用圣经，我们可以用圣经来跟他们对，是不是？你信不信圣经？他说你那是断章取义，圣经话就这么说的，耶稣就这一句话就解决了一个摊子，不用许多的话。所以这句话就带着能力，它是单独存在的，它有独立的存在的，句句都带着能力，句句都是炼净的，敬不敬？我吩咐你起来，拿着你的褥子回家去吧。成没成就？成就了。你看这话经不经炼？这句话经不经炼？经不经炼？枯干手这个伸出手来，经不经炼？这就是神的话。人不以为神的话带着能力，人以为这就是一句话呗，人疑惑怀疑他的话，但主耶稣基督出来的话，从他口里说出话就带着能力。好，再往下看，往下看第八节。耶稣心中知道他们心中心里
这样议论，就说你们心里为什么这样议论呢？或说，或对摊子说，你的罪赦了；或说，起来拿你的褥子行走。哪一样容易呢？就问他哪一样容易，哪一样都不要，不容易是不是？哪一样叫你们做都做不到，就这个意思。你说哪一样容易啊？赦罪这件事情人做不到，是不是？拿着褥子走这也是能力，人做不到。你还不知道我是从神来的吗？耶稣这个意思就是这个意思。我行了这么大个神迹，你还说我说这样的话，你心里还在议论我。那么我说我做这件事情，我说这句话，或者我说罪赦了，或者我说拿着褥子走吧，哪一个人能做到呢？这是神的话，带着能力。小子，你的罪赦了，赦没赦？赦没赦？赦了，赦了。吩咐你起来，拿着褥子回家去吧。他就拿着褥回家。这一系列的，是不是？是上帝的话带着能力，使他拿着褥子走的。神给他一个得回一个新的生命，使他走的。他原来那个生命是死的生命，耶稣给他一个活的生命。原来那个是摊子的生命，耶稣给他一个健康的生命。原来那个生命是属地的，耶稣给他一个属灵的生命。所以这个生命就能走路的生命。好，再往下看。但要叫你们知道，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。赦罪是一个权柄，是不是啊？他说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。就对摊子说，起来，我吩咐你起来，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。那人就起来，立刻拿着褥子当众人面前出去了，以致众人都稀奇，归荣耀于神。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。稀不稀奇？稀稀奇。这就叫叫人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。好行为就正是马太福音第五章，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十六节。这就是生命的光，照在人前，就是叫人得生命的，叫这个摊子重新获得生命的。照在人前，把一个摊子照起来了，把瞎眼的照亮了，把枯干的手复原了，是不是？叫死人复活了，照没照在人前？好，看第十六节，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，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，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。所以有许多人不知道什么叫好行为。摊子起来走了，众人归没归荣耀给神？归。啊？归没归？我们看第一，再回到马可福音十二第二章十二节，归没归荣耀给神？什么事能叫人归荣耀给神？我今天就做点好事，上街里做点好事，就学习学习地上的好人好事，他会不会归荣耀给神？啊？会不会？有多少人以为归看见你们的好行为，就这好行为，有许多人不知道是什么行为，跟人家的行为一不一样？啊？不一样。如果一样的话，圣经不能叫你们，你们不要效法世界，是不是？告诉你不要效法世界啊。那世界好人好事，我要不要效法？圣经告诉我不要效法世界，圣经还要求好行为，那这个好行为一定跟世界行为是不一样的。听没听明白？好行为，耶稣说的好行为，这边还告诉你不要效法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。罗马书是不是这么说的？
那么这个不要效法世界的这世界上的行为，是不是好行为？不是，是不是？他们做好事这行为，人间有很多做好事的，这行为是不是耶稣说的好行为？人间能做到一只手枯干了能叫复原吗？不能。人间能叫四个人抬来摊着得医治吗？不能。人间能叫无花果树的叶子枯干了吗？不能。是不是一句话就叫无花果树的叶子枯？耶稣说的好行为都是超越人间的好行为，是上帝承认的好行为，是属神的，是能力的好行为，是从能力发出来，出于神的话，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，这个能力发出来这个好行为，对不对？是上帝用能力成就的，他用大能成就你们所羡慕的什么良善，这是不是良善？这是不是行善？这个摊子起来行走了，是不是行善？是。这一个枯干的手解决了问题了，是不是行善？是。什么叫好行为？你们说什么叫好行为？将来上帝也叫你跟耶稣一样有这么大的能力，跟彼得一样，别人照着他影子就好了，也给你这样的能力，这是人间找不到的，叫什么？好行为。人间能找到的不叫好行为，所以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什么变化。听没听懂？好，再回到罗马书的马太福音，看看是不是这么说的。马太福音第五章十六节，马太福音第五章十六节，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呐、照没照在人前？耶稣行这个好事是当着众人，是不是啊？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，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，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。照没照出来？这生命就是人的光，这生命的能力要在人前显明出来，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，这行为是好行为啊。什么行为？枯干的手得医治了，复原了，是不是？什么好行为？摊子拿着褥子回家了，这样的好行为，边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什么父？归没归？下午我们再接着讲。耶利哥的瞎子归没归荣耀给神？什么是好行为？什么事情能叫你归荣耀给神？你做个试验，今天下午你去上那取一万块钱，上街里一张一张分，看看会不会归荣耀给神。他还说你这人真好，你真好，你真良善，你真好，你是个大好人，你好到什么程度了？哎呀，我今天正好缺钱，你给我钱了。人都说你好的时候，你就有祸了。耶稣说没说？人都说你好的时候，你就有祸。听没听明白？什么叫好行为？啊，这个标准是神的标准，是人的标准，是道的能力出来，是他口里说出的话显出的这个能力叫好行为，是光显出来的。啊，还是？我今天人为的上街里，我为了显明好行为，我上街里头给人分一万块钱，分完了回来赚一个什么呢？赚个什么？我分了一万块钱赚个好名声，是不是？什么好名声？这人真好，今天分我一百块钱，他拿一万块钱在街里分一个人，就是哎，给我，你给他一百块钱，是不是？完了之后，他是过那边又弄帽子遮上了，把衣服又换一转过来再给我，你又给他赚了二百，赚了二百放兜里，完了之后就是最后又把衣服都扒了，光个的，弄完扒了头发，完了一搓吧搓吧过来再给我呀，一共赚了多少？三百，谁给的？你给的，是不是啊？你真好，你真棒，我今天呢不用干活，赚了多少？三百。完了，离开你的就说，真是个笨蛋傻瓜。他
他会说你好吗？他会归荣耀给神吗？这样做事的人谁归荣耀给神呀？ 你找不了这么一个人。分完钱的人说你的神真好，有吗？有归荣耀给神对吗？没有，你找不到。人治不了了，瘫了，瘫到底了，人家的医生没办法医治了，耶稣医治好了，人就觉得吓人，圣人吓人的人啊，瘫到这个程度了，医治好了，圣人吓人，哭手哭干了，好了，这才归荣耀给谁呀？这叫什么？启示，异能启示，神在行的启示，是不是？人间找不到的启示。不用医生，不用医生，还跟这针灸那针灸，不用，就是什么，神的话。起来，拿着你的褥子回家去吧，扑棱间就起来。最后更大的神迹就是，死了好几天都臭了，拉撒路出来，就这一句话，他就能出来。你信吗？信。你信以后上帝要使用你吗？信。你信神要在你身上借着你也行这事吗？信。爱我的人必蒙我父爱他，我也爱他，并且要向他显现，在你身上也要显明出这样的能力。我所做的事情信我的人也要做，并且做得比这更大，你信吗？信。好，你同样闭目。亲爱的圣天父，感谢你，感谢你带领我们查考你的话，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的。我们今天不能把神的话很忽略的，很轻易的来解释，因为出于神的话句句都带着能力。如果我们接受了这神的话，在我们心里就成为能力，我们就有能力，我们就有权柄，有能力在世上传讲天国的福音。求你将能力赐给我们，求你将你的话语丰丰富富赐给我们，使我们心里装满你的话语，将你的能力显明在我们身上，好使我们在这弯曲邪恶悖谬时代成为能力的见证者，成为真道的见证者，成为荣耀的见证者。求你来帮助我们，使你的教会每个弟兄姊妹都带着主你的权柄和能力。求你来帮助我们，这几天的聚会交在你大能的手中，求主你不住地在引导我们，带领我们，使我们今天真的在基督耶稣里面能够遇见你，使每个弟兄姊妹都将你的真道存在我们心中。只有道就带着能力，只有道才能够传讲天国的福音，只有道传出去才能叫人得福。主，我们感谢，我们赞美你，求你不住在引导我们的意念，使我们每一天都不在自己的意念中间活着，只有在你的意念中间活着，在被你的道所引导，使我们每一天都借着你的道而丰富我们的生命。你必要使我们得更丰盛的生命。听我的祷告，愿颂赞荣耀权柄都归给我在天上阿爸父，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好。